总统拜登提名的新任驻中国大使人选伯恩斯，星期三在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中国近来在印太地区各种咄咄逼人的行动做出了强硬的表态。伯恩斯说，美中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易华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易华，我们知道你是在周三在现场旁听了这一场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听证会。那么国会议员在美中关系中，他们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好的，卡拉，是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星期三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被提名人这个伯恩斯的人事确认提名听证会上呢，是特别这个关注到了两党议员最关注甚至说是最担心的议题，其实就是台湾。那么两岸局势呢，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这个国会当中的显学。在这个星期三的这场听证会上，委员会两党的成员超过半数以上的成员基本上都在他们的问题当中提到了关键的问题，都是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哦。那么这个伯恩斯呢，在他的开场陈述当中也特别谈到说，现在台湾已经成为了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个核心关键。那么呢，我们也看有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最近可以说是加大了对台湾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恫吓，包括了最近呢，这个月初在这个台湾临近的空域呢，是派遣了大量的军机进行侵扰。那么同时呢，也以这个外交和经济的这个行动呢，来报复决定和台湾深化关系的欧洲小国立陶宛。那么北京当局的这些做法呢，其实并没有改变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和路线，反而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推动了国会要这个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台湾、声援台湾。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国会两党成员呢，过半数以上的成员在星期三听证会上都向伯恩斯谈到了有关台湾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这个李世参议员呢，在他的首轮提问当中就将香港的情况和台湾的情况进行了类比，来询问这个伯恩斯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个李世参议员是特别担心中国呢会依循香港的这种做法，在台湾的问题上也挑战极限。那么他对这个，因此他对两岸局势的未来相当的担忧。那伯恩斯对此呢是表示他是认同这个议员的这个担忧。那么他也谈到说，看到了现在香港的情况，他更加的认为这个美国呢是不能够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台湾议题上所做出的所有的承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下的一个片段了，就是李世参议员和伯恩斯的这段这个听证会的交谈。How do youdifferentiate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with Taiwa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o the Chinese, it seems to me that Taiwan's even more of an irritant to them than Hong Kong was. Fortunately, Taiwan's got the sea between themselves and China. But I really fear that we're going to see the same kind of pushing the envelope in Taiwan.That gets it to a point where there's a crisis. What are your views on that? Senator, you're right to ask that question. I share your concern. As Senator Markey mentioned, I wa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I accompanied Secretary Albright on June 30th, 1997, to the handover from the UK to the PRC on Hong Kong. And all of us remember, but I particularly remember from our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at day, the commitments they made.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o the rest of u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have gone back on every one of those commitments. So if we link that to Taiwan, we obviously cannot trust China to meet the commitments it's made on the Taiwan issue. When Congress pass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hen administration after administration pursued a one-China policy, we obviously did so on the presumption.That there would be peace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here isn't much peace today. There's assertiveness and aggression. So I don't think we certainly cannot trust the Chinese in this issue. We have to be aware of their rhetoric, aware of it, and the rhetoric of its leader and many other Chinese leaders in recent months has been that they intend to take back Taiwan.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Taiwan a tough nut to crack.Help it increase its asymmetric defenses throug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hat as well.
所以我们也知道呢，国会方面一直在讨论呢，是不是应该要美国是否应该要摒弃这个长年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所执行的这种战略模糊政策。那么对此呢，伯恩斯是认为他和拜登政府都认为呢，这个要抑制中国在这个台海方面的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些行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这个美国一直以来所执行的现有的政策，也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也就是包括了这个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因此呢，这个伯恩斯可以说是他并不赞同这个国会目前所希望推动的这个对台湾这个结束对台湾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这句话在刚才的像你说到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这场听证会上哈，伯恩斯他对多个中国议题可以说是说法都相当的强硬。那么他在听证会上有没有表示过说他希望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是特别谈到了说，他如果能够顺利的成为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他会积极的推动这个确保两国之间的这个通话还有这个沟通的渠道是通畅的，其中也包括了他也鼓励国会的两党成员能够多到中国去进行这个直接的交流，那么以及还包括了美国政府的官员要到中国去进行交流。他说呢，他认为呢，这个这些对话与中国之间的这个对话将会相当的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个确保两国的这个直接沟通和这个沟通的渠道是通畅的，能够减少两国这个冲突以及误判的这种可能性。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呢是这个就像如同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所提到的，是中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的考验。那么他也说，他在这个就他如果成为了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将会协助美国与中国在各方面的这个竞争。不过他也谈到说，在有些必要的领域，在不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他也会积极的推动和寻求中国这个进行合作的空间，其中包括了在这个气候这个变迁的领域的问题以及去核化的议题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伯恩斯也特别谈到说，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人民的交流也相当的重要，因此呢，在不危害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也是相当乐见中国的留学生、记者、外交人员以及学者到美国来进行交流。卡拉，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带来的报道。